我叫陈新多，59了，今年。我是十几岁就喜欢画这个画，就买了那个年画、年画画的照样画画，自学。画了呢，也贴在自己家里的墙上呢。收藏年画呢，就是从小的时候喜欢年画开始，要看看它那个样画，那就开始收起来就藏起来了。我算年画圈里面，我这帮人，我也算是多了了。光50年代的就有2000多张左右。现在呢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这个东西呢也是退出市场了。收藏这个呢意义是很大的，我们中国的文化也能以后年轻一辈呢看看。我想搞个馆，搞个馆以后呢，也能下一代能够看看我们中国的文化，把中国的文化发扬到广大。